日记、诗，还有专刊，都能在一起。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年龄、虚构、非虚构、录音现实，都藏在了没有清晰的逻辑和线索。我将它尽量整理、定组合起来，有了多种的叙事，成为叙事的不可磨损部分。这些逻辑，我希望听读者读分前后顺序前后，或许可以形成完全相对的逻辑、结果和人物。终此一生，我都要问，谁管他们？我都要问。Thank you.
做事业成功之无人机在晚上与猎户，他告诉我，无人机就是他元神出窍的低窍的第一步。我去敦煌帮他尝试能不能在工作事业成功之无人机在晚上扫描与猎户，他告诉我，无人机就是他。下面温度很低，天气起雾了。
头戴，还有无人机都跨过去了。看来屠宰场后头的震动是有效的。一，头戴，还有无人机都跨过去了。你调整一下方向，正对你的山上应该有两个微亮的闪光点。他把他的白色书包打开，里面有一个类似的魔改无人机，整机纯白色，机尾中间有一条极细的黑线，还有一个画本，上面彩铅画的画风特别像英国的罗斯怀里。你调整一下方向，正对你的山上。
半夜的气场有点乱，我的头带也不稳定。走慢点，半夜的气场有点乱，我的头带也不稳定。走慢点，半夜的气场有点乱。
停机了，快走！被他发现躲在头戴就麻烦了。你看，金子山上这个点，是一个洞窟，对吗？眼睛抓紧起过来，千万别出门，别往外面看，往天津路走。这是临海古城，南北都有山，东面是东湖，这里几个点可以插进临海的下层。你看，金子山上这个点，应该是你震动跨入的位置，是一个洞窟，对吗？
从河门有一个小学生戴着红领巾，拿着自己的纯净水给街边的树浇水。我一路逛到从河门，
方跑出去，没下去。Thank you.
情牌子财前法门和一宗地学承载东湖一经你也知道2022年为一万年时金子山的飞鸥整个